它就是要形容一个人怎么样的状态。状态人是正向的。啊？喝醉？我怕喝醉很正向啊。三位来到我们今天汉尼班赏收的节目啦。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，就是客语的花花世界。咦，鬼子，搭提节目组为本台客语团客家师，韩国本来宾同看那几个用法同意思，因此提出第一款，顺来问你黑基本你给汉尼爱心送侬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一题先直接来喽。啊？啊？形容一个什么？形容一个人。看起来叫做一个负面词，哼，你这么会，发发嘎嘎，二一，哈哈，就是眉眉角角的意思，就是眉眉嘎嘎的感觉，发发嘎嘎，有效，好像有点，有没有被我吓？好像好像好像有吓到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来来来，我就是虚假，有道理有道理，但我觉得你们先看我这个。废话很多，我觉得你就是发发嘎嘎。好，我可以说我们这一题有人答对，但是我们还是进入我们的提示环节。恐龙，恐龙偶像，没有形容，怎么这是什么里长？等一下，哦，我知道，你太虚假，一定是你太虚假了，你真的很虚假。对，我很虚假。啊，你现在是走心了是不是？没有，老妈该了，是得分了，得分了。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恐龙偶像。我靠，好厉害哦！形容人说话做事不真实，很虚假。啊，你好厉害哦！你本来为什么这样子？法法嘎嘎，法法嘎嘎。第二题，法罗星，花罗星，花罗星，法罗星。好啦，三二一，花心，花枝招展。比如说这题也有人答对，不可能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提示。啊？啊？花枝招展？哦，是他啦，因为蝴蝶飞啊。那我就改花枝招展喽，现在可以改的嘛？不能改啊，那就已经要答对了，是吧？他们是直接公布。好，我们答案的意思就是三心二意不准。啊啊，我没有改，我没有改。你有改，你有改。因为我们可能就会说，就是很花心的人，他就是喜欢到处撒网，法罗行，法罗行，不行，我下一题一定要有预感，我一定要有预感，下一题喽，好，第三个这是什么？全花露天，全花露天，全花露天，什么啦？你又在那边，我们三二一，打架很厉害。天花乱坠，对不对？江老师是，就是呢，像拳头般大的雨水下下来，简直就是天天发露天。这一题是有人是已经几乎答对了，进入我们的提示道具。哦，他在跳街舞，他在跳街舞呢。你就说有一个人很接近嘛？对，有一个人是已经算答对了。你是一直在看我吗？我天花乱坠是不是？把坠字写对就算我的分吧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请问一下，他们这两个人有天花乱坠吗？有下大雨啊？应该是我知道了，而且我说我下大雨，意思就是打架。你刚刚是不是改掉了？没有没有，打架。那为什么是那个提示物呢？要打就去练武士打，这是那个什么魔法小编的梗藏得太深了。舔伐露田，舔伐露田。那我们下一题喽。天转令马伐，天转令马伐，令马伐，令马伐。令马就是那个，令马是什么？令马是那个斗笠啊，就是用那个竹叶做的，表示说它应该有那样子的形状。天转是有游乐园的，叮当的那个啊。竹蜻蜓，竹蜻蜓，竹蜻蜓不是竹蜻，竹蜻蜓不是这个笑话。竹蜻蜓一定对。不用不用，那你写那么快，那你写任意门，你赶快写，你赶快三分。好来，三二一，正确两个字，台风。香菇啊，因为香菇像斗笠嘛。哎，斗笠像斗笠。那为什么不要叫香菇就好了？哦对，不要叫香菇就好了。那山茶花没有办法了。
我已经没有。没关系，我们是我只想要逼你们看会给我什么提示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一样进入的提示道具，它是口语提示，它就是要形容一个人怎么样的状态。你真的提示也太广了吧？状态人。啊，什么啦？什么？是正向的。啊？喝醉？哎，不过喝醉很正向啊。啊，我们翻白了，三二一。吵吵闹闹，很开心。天哪，你怎么会写这种字在这个节目里面？因为他有那个。那我们这一题得分的就是我们的滴答。哇！得意快乐。有啊，吵吵闹闹，开开心哦。田正立马伐，田正立马伐。那我们会有准备我们今天的道具，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表现出一个田正立马伐开心的样子。哇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。耶，蜂拥一律发，一律发，好，给你啊，风风的转身，你看一下，掉了，你看一下，没有。你每次都答对，答为什么要法老型？但是而已，我们怎么讲法老型？所以有得分吗？有吧，人品有问题吧？导演人品沒有改，人品有问题吧？这个是人品真的有改 battle， 个性有瑕疵吧？